看中医百科啦，中药，按下去啊，就是这样的。还有中医的药方呢，中医急方，还有中医经络穴位哦，还有中医入门哦，哦，还有中医百科针灸呢，哎呀，真多内容。哎，这个有简写字的，在中国大陆那边制作的吧？这个按了进去还可以有内容，解表清热泻下驱风湿药、化湿药、利水、渗湿药、温里药，那个里，跟我们用的繁体字的里不一样，要靠接近那个包裹那个果字的那个里才对，理气药、消湿药、驱虫药、止血药、活血。活血呢？活血化瘀药、化痰药、止咳平喘药、安神药、平肝息风药、开窍药、补虚药、收敛药、涌出药、解毒杀虫、燥湿止痒药、拔毒化瘀、生肌药。化湿，怎么化湿呢？按下去有配出现，佩兰，这是兰吗？苍术或蒲、砂仁、白豆蔻、藿香，藿香也可以治拉肚子的。炒豆蔻、炒果，纳凉有，纳入还是什么？纳入理气呀，橘皮、枳实、瓜蒌皮呀、木香、乌药、檀香、甘松、九香虫、大护皮、青皮、枸杞、川楝枝、香附火手、香橼吗？八月里，八月杂。梭罗子、玫瑰花、绿萼梅、荔枝壳、全副花、沉香、丁香、四地刀豆子、止血药，凉血止血药、化瘀止血药、收敛止血药、温经止血药，收敛止血，白芨，芨应该有草字头。棕榈炭哦，鳕鱼炭哦，那个鱼跟繁体字的鱼不一样。藕节哦，仙鹤草籽、紫苏哦，白芨，白芨跟这个白芨，芨草字头的芨，怎么会两个白芨？但是应该是这个有草字头的芨呀、啊。化痰药。这贝母啊，植物如海藻可以化痰啊，昆布也可以化痰啊，昆布也可以治那个胃寒的，胃寒的虚寒的，不容易吸收营养的，要吃昆布哦。昆布也可以治那个多化痰啊，昆布也可以化痰啊。半夏、天南星、白附子、皂荚、苏子、白芥子、白芡、甜姜糊。天姜蔻、石斛荽、前胡瓜蒌、天竺黄、火爪、蒙石、海葛壳、海胡石、甜栗子、黄药汁、荸荠、瓦楞子、胖大海、木蝴蝶，那个是化痰的嘞。现在看止咳平喘药，杏仁呐、啊，杏仁可以止咳平喘。
保护会部的马多灵，止咳平痰传药，枇杷汁、枇杷叶的，那个是叶呢？枇杷叶止咳平喘哦，鼠曲草，这个旱菜嘛，天竺子、广东花、紫苑、苑嘛，紫苑、百步三百匹，这个是鸭嘛？鸭蛋膜，鸭还鸡呀、啊？哎呀，不是鸭，应该是鸡，鸡蛋膜。蒲葵叶、千日红、钟乳石、洋金花、安神药，还有重症安神药、养心安神药、养心安神药、酸枣仁。拇指仁、远志、月胶藤、合欢皮、小麦、竹米，竹米是不是竹米啊？如果是竹米，应该是糯米。平肝息风药，平肝息风药，白及女啊、乳豆衣啊、带赭石、蚯蚓呢？吃素的少用那个动物的，最好是用那个替代的。那但是也有另一派主张。要用的没关系，姜草那个是蚕吗？姜蚕、贝齿带妹、马宝、紫石英、全解、蜈蚣啊、壁虎啊，哎呀，竟然对肝脏也有用的，开窍药。麝香开窍，冰片、苏合香、石菖蒲开窍了。补虚呀，补虚的是要补气来助阳，阳水来滋阴。补虚有分为补气还是助阳啊，还是滋阴啊，还是阳水？补气还是要阳水，助阳还是要滋阴？这个都是补虚的药。补气的药有人参，补气的药有党参，补气的药有孩儿参，补气的药有黄芪、青芪啊、薄荷啊，补气的药有白术，补气的药有山药，补气的药有扁豆，补气的药有大枣，补气的药有甘草、甘草的薄荷啊。吃白米饭来补元气、补中气、补中气，还不。年老吃太多容易糖尿病，这是一说了，可能有另外的原因了。这个说啊，一糖有补气的药，这个是什么糖啊？一糖啊？按进去还可以看图片呢。说明文字哎，哎呀，真好。纸盒车是人包啊，可能妇女生产后的胎衣啊，竟然是人包叫纸盒车啊。堕胎的不要了，最不要杀生了。黄金也是补气的，狼拔哎，按进去还有照片呢，还彩色的嘞。哦，这样看中医的。中药哦，那个可以知道它的样子，有彩色照片呢。哎呀，怎么按不出来啊？退出来！哎呀，奇怪了，那就按这么久才退出来。狼拔草、金雀根。这个是养气的药，补气的药了。再来看养水，再来看养水的药，熟地黄啦、何首乌啊、当归啦、当归养水的啦、白芍哟、阿胶，阿胶有的时候是动物的骨头熬炼的呢。有的吃素的不吃。吃纯素的那个可能就不吃动物类的药品了，要用替代品。桑葚子，
神啊，昂昂啊，神啊，哦哦，紫色，桑葚可以养血哦，桂圆肉、龙眼肉也可以养血啊，圆肝吧，可以养血啊，当归养血，何首乌也养血啊，熟地黄也养血啊，何首乌长什么样子啊？哎，怎么会？怎么会这么一片的像甘草啊？这是泡制过了。哦，这个是何首乌的块根呢、啊？何首乌块根还这么大呀、何首乌是用它的根呢、啊，块根。哎，助阳药，鹿茸、鹿角。哦，银阳后，仙灵皮，仙毛，八戟天补骨汁，葡萄肉也是补，是助阳的，若从容益智人的，都是助阳的。沙苑蒺藜。菟丝子助阳的，葛芥二动物的，葛芥是助阳的，冬虫夏草而助阳的，锁阳呢，锁阳助阳的，葫芦巴，哎，蛇床子，刚刚那照片蛇床子，韭子哦，韭菜子嘛，韭子，阳起石助阳的，海果肾哦，哦，细段。助阳的，细段不是说有筋骨的筋被砍断了要用的吗？细段啊，就助阳了。杜仲助阳的，枸杞会不会是那个柑橘那个枸杞啊？那怎么是用动物的这个枸的杞？啊，植物那个柑橘叫枸杞啊，不是杞啊。棉花籽也是助阳啊，棉花籽也助阳啊。些荔枝的荔果，嗯，叫助阳啊。再来看知音，知音的有沙参哦，知音的天门冬啊，知音的麦门冬哦，知音的石斛异株啊，知音的是百合哦。知音的羊乳根哦，知音的果骨叶啊，知音的赭石子，知音的枸杞子，柑橘啊，你看，知音的柑橘啊，过目珠啊，枸杞子，知音的女贞子，知音的旱莲草，知音的龟板啊，知音的百甲，哎呦，骨架皮那种知音的哦，骨板。碧干的、知音的、吃素的，有的不用动物的样，用替代品。也有另一派主张药用的，做药用的，没有关系。但是这个是助阳，哎，知音呢，知音药啊。